来看一下东南亚服这个活动，因为下一周就是双十一了，所以也是单身节活动。这个活动目前就只有东南亚服在出。就是 single 还是 couple， 你就选一个阵营就可以了。那么接着任务之后，你每天就搜集100个风能量，好，打完之后你是有两个奖励的，一个是基础奖励，这个奖励是你当前的角色可以领的，还有首次完成的奖励，这一个是整个账号只能领取一次，这个奖励有些是可以在账号内转移的。然后看一下他那个奖励 Event Reward， 他是有基础奖励，也就是当前角色可以领，就1、3、5、7、9，它都是经验值，然后2、4、6、8、10，这些都是点装。然后首次奖励就是你完成那个奖励是在账号内只能领取一次的，那第一阶段就是3位经验值券，第二阶段是50个甚至新神秘徽章，第三阶段是特殊荣誉勋章，第四阶段是2000积分，第五阶段是倾向成长密钥3个，只能有7天时间，第六阶段是活动戒指魔方，第七阶段是强大，第八阶段是20个核心宝石，第九阶段是紫色魔方，第10个阶段是彩虹就是永恒涅槃火焰，这个活动可以考虑一下。